含老手，暗藏杀机，连消带打，一战连环呢，就打到出嚟。夏公要防守反击，反客为主，一招制敌，呢、这个就系别具特色嘅刘家拳。少林自治前师呢，前授呢个岳家拳，卢三眼，卢三眼啲精通号呢，就唐创呢个刘家拳。前授到得我呢，第七代前人。萧师傅咧系刘家拳嘅一代宗师，今年84岁。佢介绍刘家拳创拳有200多年，喺广东南拳嘅历史上仅次于洪拳。佢从9岁开始练拳，到而家已经有70多年啦。打出嘅刘家拳依然虎虎生威，系用电手电滑，真撩突搏，冚落就虾公腰呢拳咧，同其他嘅拳法啲唔同，其实特色好多噶。刘家拳蕴含多种手法，眼法、腰法、步法。其中所谓的擒老手，其实就是擒拿手，通过手掌的灵活变换，用来化解对方的攻势，然后反击。而虾公腰呢，就是指瞬间含胸拔背，能够避开对方当空攻击的拳风。这个只要呢都系手急眼快，打呢上下动作，使到啲人家呢唔知道佢系打上下，一打埋落去就接招系第二样嘅手法，而每一下嘅动作呢都有作用嘅，真撩突搏，连消带打。仔细观察，你就会发现刘家拳喺攻防嗰阵，双手之间仲会出现自己手打手嘅招法。即系一收一放就慢啦，连消带打，阵觉性快好多。一配合咗两只手，双手出手快。咁啊，刘家拳当中唔单止有拳法，仲有刀枪剑戟等嘅18般兵器。萧师傅每个徒弟都识耍翻几项嘅。而家佢正喺度培养自己嘅孙女，希望佢可以接过刘家拳嘅呢面大旗，将呢门武术传承落去。